我学，学说中国话，学说中国话呀，朋友遍天下。哥啊，饭后有什么活动吗？还没想好。那跟我打会儿游戏去呗。小伟，万物丧志，就玩一会儿啊。走，站住！爸，您是不是想跟我们一起去打游戏？我想打懒虫，你们俩就是懒虫。吃完饭一抹嘴又要走，又让你妈上来呀？哦，您是心疼我妈了。所以我决定，哎，您决定把做饭刷碗的活都包了。哎呦，爸爸，那您一人忙得过来吗？我是妈。嗯，今天我爸来刷碗。真的？嗯，太好了，老伴儿，你要刷碗就直说，何必让孩子们转达呢？那我看电视去。来，哥，玩儿戏。哎，走走走。嘿。老伴儿，写什么呀？家庭劳动分工协议。哎，这俩小子现在是越来越懒，跟他们必须签订一个协议。老伴儿，对孩子何必认真呢？太好了，老伴儿，你要刷碗就直说，何必让孩子们转达呢？那我看电视去。何必让孩子们转达呢？何必让孩子们转达呢？ Why let the children pass on the message? 在汉语中，何必呢？或者何必什么什么呢？是用一种反问的语气来表示没有必要这样做或那样做。老唐，咱们坐车去吧。路又不远，何必坐车呢？一会儿到了商场，我又得跟着你逛来逛去的。现在你先让我少走点路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不愿意跟我去逛商场？你别生气，我没说不愿意。哟，您二老这是怎么了？这回是谁惹谁生气呀？我让你爸跟我去商场转转，他不愿意。我没说不愿意啊，我就是不愿意走路去。嗨，你们就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啊？何必呢？好了，都别生气了，我现在就开车送你们去。啊，舅舅要制裁你们俩？哎，其实我们俩吧就想跟他开个玩笑，没想到把老头给惹急了。哎呀，不过你们俩也确实不爱洗碗。哎，哪个男人爱洗碗啊？像我们男子汉有爱洗碗的吗？哦，那女人就得爱洗碗啊，我就不爱洗碗。哥哥，咱爸非得让咱们签那个洗碗的协议，咱们是不是得先躲躲呀？我提醒你们啊，这躲得了初一，可躲不了十五。嗯，有道理。哎，不过呀，先躲了初一再说吧。啊，哎，对，麦苗，一会儿我爸要问你啊，你就说你一个同学过生日，邀请咱们三个一起去啊。啊，你们俩要逃，干嘛让我放烟幕弹呀？帮帮忙嘛，好妹妹。哎，等会儿，小伟，他的同学过生日。啊！邀请咱们仨去。对啊，咱们俩怎么认识他同学的？就是啊，不认识他同学，凭什么邀请咱俩去啊？都在呢。啊，一会儿我们就不在了。什么意思？我同学要过生日，邀请我们仨。怎么不早说呀？你舅妈都开始准备饭了。嗯，我也是刚知道的。你轻点儿。
麦苗啊，你那个过生日的同学叫什么名字呀？叫什么名字？哎，他不是你的同学吗？哦，你的同学过生日怎么会请他们俩呀？他们俩又怎么会认识你那个同学的？嗯，为什么撒谎？哎，爸，我听您说让我们签什么洗碗的协议，所以哈，费尽心思还是没有逃掉，我要惩罚你，把我的皮鞋擦干净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过来，签字。嗯，签字。一人一天轮流洗碗。爸爸，这个我以我的经验，这一周七天哈，你看我们两个人没法平均分配呀。还有麦苗呢。啊？怎么有我的事儿啊？本来没有你的事，是你自己掺和进来的。哎，我都后悔死了。后悔已经晚了。那我以为是开玩笑的嘛。可我不是开玩笑，我就是要督促你们多干一些家务活，我不能把你们都培养成懒虫。这个爸爸，以我以往的经验，一周七天，我们三个人也没法分呢，还多出来一天呢。要不这样吧，啊，爸爸，您在这里好好的分配一下，研究一下，我们仨先走了啊。对，站住！我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抓阄。哎妈，我们开始抓了。哟，他看都不看就走了。谁先来？老大先。你这摸鱼呢？一张纸条摸这么半天，快点。您别着急呀，让我好好挑挑，万一要摸出那刷碗的来怎么办？你还能摸出字来，快点。没字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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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字儿。没字，就是不用刷碗，站到这边来。下一个，我来。反正就剩两张了，你选一个吧。左边的。嗯。不，右边的。左边吧。右。哎呀，就这么两张，你赶紧选一个。这个，给你，我要这个。嘿，这个。我也不用刷碗，我也不用刷碗。洗碗三天。小伟。十分的恭喜你，你中彩了。哪儿来这么多碗呢？哎，这儿还有呢。早知如此就别做那么多菜啊！哎，咱们下次就吃大锅烩，拿个大脸盆盛就行了。少废话，赶紧洗。这怎么洗啊？你怎么给自己洗澡的？哼着歌，在水流下扭来扭去，抹点沐浴液。嘿，你想都不想就说呀？每天如此，这还用想吗？这也一样，过水，涂上洗涤精，冲干净。我是真心疼啊！你心疼小伟啊？刷个碗累不着他。哎，我是心疼我那盘子。别去。可我的盘子怎么办呢？老伴儿啊，牺牲一个盘子，能让他学会勤劳多知啊。
哎呦，这么会儿功夫，牺牲了多少个盘子了？我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坚持住，不就三天吗？很快就会过去的。就怕咱家的餐具不够他摔三天的。哎呦天！舅妈，哎妈，我们开始抓了。哟，他看都不看就走了。他看都不看就走了。他看都不看就走了。She just left without taking a look. 在汉语中，这种格式用来强调某个动作或某种情况根本就不会发生或没发生。这种格式中的动词一般是单音节的。你们两位，我坐在这儿这么半天，你们怎么理都不理我呀？苏珊，是你啊，对不起，我们没看见。苏珊，过来跟我们一起坐吧。不了，我在等一个朋友，你们继续聊吧。罗斯，你又要去旅行啊？我要去新山野营，小伟告诉我，去新山野营很刺激。是小伟给你介绍的那个地方，可是他去都没去过啊。你说什么？他没去过？谢天谢地，不是我。谢天谢地，不是小伟。哎，还是妈心疼我。我心疼我的碗，你再刷一个礼拜，我的碗还能剩下吗？我抓到带字儿的了。洗碗一周，亲爱的妹妹，你中大彩了。你帮我刷两天吧。哥也想帮你，妈不同意啊。嗯，妹妹，没关系啊，别伤心，别难过，哥帮你啊。还是大哥疼我，你打算怎么帮我呀？我每回吃饭的时候，我用锅吃，这样你就少刷一个碗。洗刷刷，洗刷刷。洗刷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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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洗完啦！连刷都不刷就洗完了。洗碗一个月，哦耶！哥。恭喜你，你中了特等彩，洗碗一个月。本月是大月，有31天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单位还有事儿呢，我还得写报告呢。我帮你写呀。啊，你会写报告啊？那我倒不会，但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吧。我少用一个碗，够意思吧？我帮您把盘子拿厨房去。哎哎，不行。小伟不能碰盘子，这我可爱莫能助了。切，别以为这样我就没辙了啊！咱妈现在最怕什么？不就是怕洗碗的时候摔盘子、摔碗，啪啪吗？哎，我是心疼我那盘子。咱妈一听声，肯定过来接手啊！嘿嘿，我就不用刷了。老伴儿，看我买什么来了。都是塑料的，不怕摔。不带这样的。梦想到成吉思名扬四海，没想到大渤海唱得歪歪，俺不是二娃子，无法忍耐。八转头块驴子大姨妈，看人家不耐心。